先呢把那个底盖那个四颗螺丝把它拧出来。然后打开上下盖。然后这里呢就是各四颗螺丝。然后呢这里面液晶板上那个固定的有四颗螺丝的把它拧出。不要去别外国的零零散散的。然后嘛就是那只能去接到接去了。零零散好了。好。好去接去了。然后呢就是然后取一块5003的主板，然后按照它这样的样子，然后把它焊接上去，用这个颜色把它焊接上去。那对应的焊接上去就可以了。